林，我要去米兰，为了这一次的活动，要给台湾的纺织业尽一份心力，我感到非常的，我不敢说代表吧，应该是说成为纺织业跟时尚的，然后跟大众的一个媒介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台湾的纺织是做得非常非常好。嗯，在机能部上面，还有各种不同功能部上面都有很棒的表现。然后很多人其实大家不知道，那种很棒的运动品牌啊，瑜伽或者是运动类的衣服，或者是奢侈品牌的布料，其实都是台湾做的。八号，对，会有一个比较主要的演出。嗯，一样要走秀吗？这个我不确定，他们到最后有没有定。哦，对，但好像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是觉得很久没有走国际的秀台了吗？应该是很久没有穿高跟鞋，然后走很长的路。嗯，是不是有被虐狂？离开小孩这么久。所以你有做好什么？对呀、还是觉心情其实在放鞭炮，开心。原来心情其实在放鞭炮，是小孩开 party。妈妈终于走了。太，我觉得各自给各自一点空间。对啊，就是老公开 party 哦，我开我的 party， 然后你开 party 的时候，我也不想在。他说知道的时候，因为刚好遇到我老大生日啊，家庭旅游。对，我本来想说就能带去。可是你后来想想，如果两个都带去，然后坐飞机坐十几个小时，然后其实意大利它没有很多，我觉得不适合那么小孩的，所以大人就会更累。那等于说我先生要在异地要带两个小孩，对，还不如在台湾带，对，还不如在台湾带，后来我们就打消了。我现在就开始想宝宝。老公会很挫吗？因为要自己带两个。其实我还没有真正的面对这个心情，就是从告诉我说已经确定要出发，然后到今天记者会我都还没有真正面对这件事，因为我问了我就要插手，所以我就等于说OK， 我就出发了，然后小孩就交给你处理，然后我也不要多问太多，因为当你牵挂太多的时候，其实不太好。